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巧，我在阿里面前读12年级，我真的超级喜欢这个学校，因为就大家人都很好，然后就是我刚来的时候也给我很多的帮助，然后就 Miss Hu 啊，还有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很尽力的去帮我们，然后就很喜欢这个地方。我最喜欢的学科应该是 Science， 就是化学啊，还有物理，就不仅是因为我。 可能个人比较偏理科吧，然后还有就是老师真的超级可爱，就 Mr. Klassen 他真的上课超好玩的，就是会给我们讲好多课外的知识啊，然后就而且上课也很好笑。然后 Langley 其实是一个很平静的，就是小乡村吧，就很适合学习，就不像是Toronto啊或者 Vancouver， 就是因为比较大的城市，可能就会有比较多的 东西来干扰学习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适合学习。然后，我的 homestay 对我就很好，因为他们就是第一个，他们是外国人嘛，然后就是可以帮我语言上给我语言上的帮助，就比如说我有什么不会的英文上的问题都可以问他们，而且他们就有小孩子嘛，就会比较热闹，而且小孩子跟你玩，其实对英文也很有帮助。然后他们对我也真的很好，因为就是每次我 比如说有什么获奖啊，或者有什么好的，就是成有什么成绩上的进步，他们就会帮我庆祝，然后就感觉很开心，跟他们生活在一起。那我大学的话，因为我个人比较偏理工科，所以我可能会比较想去东部，像 Ontario 那个地方，因为他们那边理工科会比较好嘛。那我有报就是多伦多大学，还有滑铁卢，也是理工科比较好的 学校，然后我也很希望说我可以被他们接受，然后就好好学习，对。